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元神 4.7 前瞻公布，300对换码 4.8 长女确定入卡池，新形象超好看，三位复刻角色曝光，元神 5.0 地图新玩法来了，火神是白丝成女，希巴拉克新形态曝光。众所周知，元神封丹 4.7 的前瞻直播终于要来了，两位新五星角色克洛琳德、西格文也即将登场，各位小伙伴们是不是都已经等不及了呢？随着 4.7 版本的逼近，后续 5.0 纳塔卡池、新角色等相关消息也被舅舅们放了出来，一起来看看吧。 5.0 纳塔的地图也非常的有意思，说白了就是有些地方不适合老老实实的踩着走，甚至有的地方滑翔落地前就会被高热量烫死。按照爆料的说法，用闲云或者伞兵赶路会方便舒服很多，看样子大世界的体验和其他地区差别还是比较大的。至于纳塔的另一位角色希巴拉克，形象参考图也被舅舅放了出来，随即便有大佬用 AI 进行的跑图，总的来说还原度还是比较高的，只是不知道后续时装的形态差距有多大了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倒是可以期待一下后续的相关消息。众所周知，元神封丹 4.7 卡池越来越近，两位新五星角色克洛琳德、西格文也即将登场，各位小伙伴们是不是都已经等不及了呢？而说起 4.7 的前瞻直播终于要来了，时间则是定在了5月24日日晚上7月30日左右开启，还有300原石的兑换码。说起 4.7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也一直反复横跳，之前有舅舅们爆料 4.7 卡池复刻角色反转，貌似也被辟谣，大概率为溜人，并没有实锤，也就是说 4.7 卡池复刻的两位五星角色依旧是艾尔海森、水神弗宁娜、莱欧斯利也没有插队。不过还是得以 4.7 前瞻直播公布的卡池为准，毕竟舅舅爆料也有不准的时候。而后续 4.8 卡池角色登场的消息也是很多小伙伴们比较关心的，根据舅舅们爆料的最新消息来看，目前已知的是 4.8 卡池新五星草系城女角色调香师会空降，叫做艾梅莉埃，据说已经确定入卡池，不过在 4.8 的活动中不出场。机制核心的话也是之前提到的后台草 C， 主打燃烧征服，形象的话也和之前爆料的不一样，闲云同款眼镜女。至于 4.8 卡池复刻的三位五星角色，目前来看排除混池角色的安排外，莱欧斯利、尼鲁、申赫这三位角色大概率复刻，不过版本跨度大，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，各位小伙伴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以上就是今天的爆料内容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，记得点赞、订阅我的频道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